范例五，这一题特别比较难一点点啊，需要用多看，你要多看几遍。将质量为 n 的木块呢，置于质量大 n 的斜面上，如图。所有摩擦力都忽略，那使静止的 n 使质量 n 静止于大 n 时。好，那一开始如果是这个斜面啊，它如果是一个光滑的，那我们的小 n 应该是不可能。会能够静止于斜面上，那怎么会可以静止于斜面上呢？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力在推它，有一个力在推它。那为什么推它，它就不会滑下去哦？那事实上，在小 n 和大 n 之间有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正向力，它们之间互相挤压的力。这个力呢，如果够大的话，它可以对抗。小 n 本身的重量，因为它有往上的趋势，这个小这个橘色的正向力，它有往上的一个分量。那这个分量呢，如果够大，就可以抵御 n 本身的重量。n 若足够大呢，其牵直分量。可抵抗重量，这是它的关键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上面的这一个。小 n 其实这一题就跟上一题很有点类似啊，有点类似那个车子啊，要往前开多快，那个这个摆这个单摆的摆锤才可以维持一个角度。上一题呢是一个摆锤，然后一个绳子的拉力和重量，然后最后呢要变成合力向右。这题也是很类似哦。如果你看小 n 它受的力，我们看小 n 它受的力，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它是有受到正向力。以及重力。然后最后也一样啊，它也是要变成跟着我们的斜面一起动。他的意思不是说他真的静止在原地啦，他是跟着大 n 一起动。那从大 n 看起来，它是静止的，就像车子里面，车子从车子里面去看这个单摆，它是斜一个角度，它是静止不动这样。可是从车子外面的人来看，它和车子是一起往前加速的。所以其实这两题是相当的类似啊。相当的类似，你也可以去看上一题的讲解。上一题的讲解如果看得懂，这一题应该就比较没有那么难。好，所以其实跟上一题一样，我们也是要把这两个向量做分解，然后分别去讨论水平和牵直，啊，然后就可以算出加速度。好，我们要把这个正向力 n 去把它分解，先分解成水平的，这个水平的，你可以把它称呼为 n，然后 cos 西塔。我怎么会知道它是 cos 西塔呢？啊，因为斜面这个斜面它的斜坡的坡度是西塔，然后如果我们画一个辅助线，画一个辅助线的话，你可以去想想看，它这个角度跟牵直线的夹角会是西塔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下面这张图画的这个角度也是西塔。
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里应该要改 n sin 西塔，n sin 西塔就跟上一题一样，这里应该是 n sin 西塔。那最后呢，它就等于合力，因为在水平方向上并没有其他的力跟它做合成，所以 F 合力呢，其实就是 n sin 西塔。那跟上一题一样，我们只有这样子，并没有办法知道加速度。我们必须要用题目给的符号来表示答案。那题目给的符号是小 n 西塔 n 没有，就跟上一题的 t 一样。所以我们还需要用到另外一个条件，就是牵指向。牵直向的合力是零，因为它并没有牵直向的加速。这个牵直向呢，则是 n cos 西塔。我们再写一次，牵直向无加速度。所以，牵直向合力为零。那么，这个列成式子就是 n cosine 西塔就会等于 w，那 w 又等于 ng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跟上一题一样，得到两个式子，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去相除。就得到了 tangent 西塔就等于 a 除以 g 分之 a，所以加速度就是 g tangent 西塔，就跟上一题一模一样。然后 n 所受的正向力，n 所受的正向力呢？你可以用第二个式子来，其实就跟上一题的伸张力一样。那我们一样呢，把三角形画出来。假如说这里是西塔，那 g tangent 西塔等于 a，代表的是斜直直的这边是 g，平面这边是 a，斜边是 a 的平方加 g 的平方，所以 cosine 西塔就是根号。a 的平方加 g 的平方分之 g，所以这么一来呢，正向力就是 ng，正向力就是 n，然后乘上 a 的平方加 g 的平方。哎，不过呢，题目并没有给 a，并没有给 a，所以其实用原本的这样表示就可以了。那 cosine 分之 ng，cosine 分之一其实就是。second，好，所以这样的表示法跟答案给的是一样的，是同一个意思。最后是水平的推力，那水平的推力怎么算？就是这个 F，那这个 F 是造成 A 的原因啊，力是造成加速度的原因。那这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技巧，就是选取整体为系统。选取两个物体为一个系统。那这个系统受到的水平方向合力就只有 F。就只有题目给的这个大 F，好，所以 F 就是合力，然后就是小 n 加大 n，这时候系统质量是这两个加总，然后再乘上 a，这样就可以把大 F 求出来。a 我们刚刚也算过了，就是 g tangent 西塔，所以结果就是总质量去乘上加速度，就是它所受的水平合力。
那牵直向呢？牵直向合力为零，因为整个系统并没有往上往下加速。哦哦，对不起，牵直向比较复杂。牵直向整个系统其实合力不为零，不过我们不会在这一章讲。好，那总之呢，这一题它的概念就跟上一题有点像，只是你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想象到的是，它其实是要透过这个正向力 N 啊，它的分量来抵消掉重量，然后剩下的都跟上一题一样，是我们把斜斜方向的力分解。那分解之后，牵直方向的抵消，牵直方向的抵消，那水平方向的剩下来变成合力，合力等于 ma，这样子就可以算出来了。